everyone, I'm Selina. 我叫 Selina， 我来自中国，现在是在新加坡培根国际学院就读 BTech HND 的酒店管理专业。然后对于我们学校，我想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就是位于新加坡中部，非常便利的位置，在马里石塔，然后它就是去哪都很方便，而且附近交通，然后还有一些吃饭的地方啊，什么都很方便。然后现在因为是新冠疫情的原因嘛，就暂时不能回到新加坡，回到学校去读书，所以现在学校都是开放网课。可能有的人会觉得网课会不会说就是质量不太好，或者说会不会学不懂这样子。我觉得其实网课它可能比线下，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可能对于有一些方面的学生来说，因为网课它的好处在于你可以看回放，就是我这节课每一节课老师都会给你进行一个录制，录制以后，然后等你过几天，如果你不懂的话，你还可以去反复去看这个视频老师怎么讲。而且当然老师全程都是用英文讲，这样子是更锻炼学生的英文水平的。然后对于课程难度的话，我觉得刚开始进去会有一点难，但是我很高兴就是老师都是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的在帮助我，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当课程不懂的时候，或者是作业不会做的时候，老师都非常耐心的给我答疑解惑，这让我感到非常温暖。对于想要加入培根的同学，想跟你们说，就是欢迎你们来到培根。反正我觉得自己在培根学习的话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包括也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就包括也更加独立呀什么的，反正学到了很多我觉得比较有用的东西，这样也可以帮助我在以后工作的就是积累很多一些学术方面的一些知识，我觉得非常的好。欢迎你们来到培根。